合併式共干锻炼牵引解决脊椎变形和腰腿麻痛。常见脊椎变形有年轻脊柱侧弯、年老退化型腰椎侧弯，以上两种疾病都可以利用 B18D 共干牵引器解决。这产品拥有两种牵引力，第一种定点牵引，拥有两个支点，即腋下和上盘骨。牵引器的下板有内凹设计，卡在盘骨上方，形成一组稳固支撑点。上板顶部承托在腋下，形成另一组稳固支撑点。透过提升上板便产生静态牵引力，拉直脊椎。第二种共干牵引，即夹翼锻炼，同样拥有以上两个支点，加上手臂肌肉向下施力，产生动态牵引力，拉直脊椎，扩大椎孔，使椎间盘回缩，可以随时随地佩戴，不求人。每天两次，每次15分钟，拉开椎体，腰腿麻痛消失。共干牵引器比拉单杠和倒吊有效、方便、舒适。MedX Inspiring Life Without Pain。有兴趣者请看以下资讯。